人身上有300多个穴位，护不住。阿卡丽，阿卡丽，收割者吧。我这斗胆来把阿卡丽，得按我的方式来，迅猛而且夺命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醒醒吧！踩住！哦哦哦！哎呦！老办法是行不通。没助，没助攻。闪现踩住啊！全军出击！他们别间谍慌是吧？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我必须得回家了，兄弟们。那他不回了。魔法是我给你们减个速我就走了，化身成为中单阿卡丽。你真敢逃命的，请问俺们中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学个艺吧，还行，我中路吃到经验了，只不过炸弹人稍微难受一点吧，可能。我有一大把的麻烦事，还有用不完的时间。哎耶！抠一下 ，A 抠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烟儿。这干嘛呀？这是来陪我玩玩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4秒，等个烟儿。他应该啊，他还有一瓶药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哎呦啊，这武器大师还挺能晃。给我一把好刀，再给我一个目标就行了。等5秒有烟儿，等会儿。着啥急？别着急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来交朋友的。走吧，不行咱就不走了。迅猛有致命，拿一个小兵回家了。先来个这，再来个这。我的杀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因。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。
扣一下，拉回来，扣一下，一回来，哎一下，放烟儿，扣一下。这查克拉可不太够啊！均衡教派无法控制我，我专做他们不愿做的事。 嗯，这空的有点难受啊！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闪现，可以啊。 老办法是行不通的，我觉得带个电刑打他其实可以。只有一个规矩，敌人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别急啊！ 他们别想阻止我，当然，他们可以想想。单杀，没错，暴力就是这么彻底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 你这兵一个都不补，行，四个很爷们儿啊！你有这功夫，他妈得跑过来阻止我回城，你一个刀也不补，四个爷们儿。爱补不补？出个什么邪呢？这阿卡丽。 别管均衡了，这是法穿鞋，差点意思。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下过胆了。现在阿卡丽打着武器大师，他根本他就没有办法补刀，啊？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补刀，这英雄。终于来了，上吧。给我一把好刀。
哪了？撤了。如果你看起来很可怕，你最好是真的可怕。我先来个探索者护臂吧。单杀他两波，他还八级呢。规矩是阻碍，谁定的规矩谁去守吧。那打不死那都。那怎么打死啊？兄弟，这么多的敌人，这么多你等级咋那么低呢？你才六级呀、啊！去打吧，去打先锋。我们多吃一层塔皮，省这样的蓝枪给我们吃塔皮了啊！我自己做主。嗯，有可能我直接能拆没呀、啊。我只是催你。这不拿下了吗？谁去了？精力与技巧，次次如意。Shut down。来个爆裂魔杖，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该帮队友了。哎呀，603。人身上有300多个穴位，护不住。对面的 AD 也不好杀呀。追不上了，不要浪费愤怒，要懂得利用。防御塔部分即将脱落，有眼儿没？刚放的这眼儿，挡不住啊！这人是真多呀，不得不说这人是真多。160，哎呀，我这英雄熟练度也不行啊，我这怎么跟他们打团呢？AD 还跑上路去了，上一波他要跑下路来还好，我们可以打波团战。好的，团一波看看吧。得按我的方式来，迅猛而且这么个武器大师，要是都能杀人，兄弟，真是没办法。行吧，我已经在考虑下一个目标。杀戮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要死吗？
给我900也没用，那英雄玩的不行。我们可能得单带，多单带单带吧，把等级提上来。本来我寻思整个阿卡丽上路打打优势混吧混吧，看来队友不太想要混呢，队友想让我们凯瑞。1600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魔法是不错，但刀子更好用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Enemy double kill。血光之灾，我这是，哎呀，我这噩耗节节传来呀，我这上路打对线，这是一顿传来噩耗。我的杀戮不重要，赖军呆着，重要的是嘎达赖克。噩耗连传呢，一下一过来扣一下，打火这 A 接头啊，阿扣平 A，螳螂呢？嗯？哎呀，这抠，这不送了吗？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他们的弱点就是我的目标。那螳螂好像有点惹不起，算了。走吧，这在右边你不死了吗？那炸弹人怎么这么不怕死？哎呦，这位置可以啊！换一条性，干脆利落。我感觉我需要个蓝 buff。刚那波团战打的还行，就是螳螂又拿到了几个人头。教派无法控制我，我专做他们不愿做的事。不用再分享，也不用再提。我们十层美甲窃魂卷啊，吸取教训，用镰刀还是斧，看我心情。嗯，这怎么办？回剑。你觉得自己还有救？人中无人，多的是。
这烟儿放的有问题啊！哎呀，这烟儿放的有问题。还行啊。哎呦我操！刚才我这不是操作有问题？我刚才应该怎么样的呢？我刚才一晚应该 E 回去那一瞬间，打到他身上，往右边闪，放个烟，一个 Q 接个平 A 他死。 让他的 EQ 空掉，没太整好啊，来个巫妖吧，收集者可以，精力与技巧，次次如意。 怎么能空了呢？这不能打呀，兄弟！完了，带节奏了。哎，这 R E 怎么空掉了呀？ 走，塔下手，有炸弹人没关系。 我感觉这螳螂我能杀，漂亮。只有一个规矩，敌人不能说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来，快，完满了。让他们看着我，他们无法阻止我。 念念有词，念的就是他们的墓室铭。死！翻墙喽！要我说别打了，别打，不够伤害，不够，伤害不够，撤！不打了，不打了。 要去，暗影之拳是我的母亲，我做事和他不同。要去呀！火龙魂。 兄弟们，救我！能不能把光头杀了？光头的虚区有点高啊！这你不抠光头？
光头太装备了，这光头。这可打不通。插个猫的。哎呀，插个法穿，插个猫的。上去，这英雄这么上就废了。等个1250吧。哎，这波不上好了，这波不上。我看蓝枪在我旁边过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寻思他搁我旁边，要不我们上一上试试看。很明显不行。小心。没法上啊，根本就上不了。哎呦，这光头的伤害！哎呦，我这一滑了，不行了，尽力了。我这阿卡丽也就这样了。哎呀，一下一个。